以画为生到以画养生，华人画家夫妇移民30年，加拿大享乐人生。年轻女性创办电商网络平台，从销售杂货到以食品为主，满足客户对家乡味道的思念。定位豪宅客户群，温哥华家具经销商的创业故事。新时代电视星期六首播，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